英雄联盟2020全球总决赛正在火热进行中，你们都看比赛了吗？除了这次 S10 的主题曲 Take Over 以外，前两天又新发布了一首跟 S10 相关的歌曲，叫做 Be the Legend， 是袁娅维演唱的。在 MV 中有这样一个画面， Jackie Love 手上拿了一部手机，这一部特殊的手机现在就在这里，它是 OPPO Find X2 英雄联盟 S10 限定机，全球限量3000台，一个方方正正的外包装盒，哦，每一个面都跟 S10 的主题相契合，封装用的透明胶带也是有专门设计的。那我们打开吧。一个眼石样子的 SIM 卡卡针纪念卡，上面写着1/3000，然后就是手机本体，哇，好漂亮，看这个蓝色火焰的反光，哇，还有什么，一对定制的带 S10 logo 的耳机，一个德玛西亚65瓦快充头，电源线，然后就是专用的手机壳，中间有一个大大的 X，外包装看起来非常精致酷炫，而且它还很有新意，因为它的外包装壳是借鉴了游戏里面的海克斯宝箱，也是采用了这种金色和蓝色的线条，有一种在开宝箱的感觉。6个面都做了设计，正面是一个 OPPO 的 logo， 中间有一个英雄联盟全球总决赛的 logo， 下面有一个 OPPO Find X2 英雄联盟 S10 限定版，哇，这包装好厉害呀，哎，这个我能玩一天，好好玩，哈哈，中间就是手机啦。秋冬妈的，大家都知道我平时聊电子竞技是非常少的，如果就我一个人拿着这台手机在屏幕面前炫耀，太不爽了，就是不到位的感觉。所以呢，我特地找了一位学妹，她呢也是英雄联盟的玩家，也是非常热爱看比赛，哎，我要在她面前炫耀一下，哈哈，让我们一起共襄盛举吧。我来炫耀了。安娜，哎，这就是我请来的学妹。你是玩英雄联盟多久了？从 S5就开始玩了，5年了吧？那还蛮久。看比赛是从 S5开始看，看到你就是朋友圈也有一直发，哎，一直买外设。对，我当时说，哎，我要找个人接受我的炫耀，然后想，哎，谁呀？然后一翻朋友圈，哦，原来我来过来是接受你的炫耀是吗？对的，哦，原来是这样子。这个东西还没有发售，而且全球限量3000台。哇 ，S 是限定版 ，Take Over。哇。开，哇，手机，哎，这个真的很好，这个箱子，放了什么纸条放进去，表白，送你个东西，哎，表白，对不对？有道理，啊，好好玩。英雄登场，所向无前。如果你买了的话，就1/3000，它有一个纪念的卡片，代表你是这个 one of 三，对，这个呢，你看看有没有印象？眼，插眼，插，哎。这个哦，充电器，这充电器也是个主题，标志，部落的标志，什么徽章，徽章，哇，这个好好看，这个我好喜欢，哇哦，你可以你描述一下，其实这个上面还有反光，是一个地点，一个城市，哇，上海，对，因为总决赛在上海，10月29号，在浦东，你会去看吗？会啊，我要去摇号啊，赶快去摇号，因为前几年太多黄牛了，我拆了，耶，哦，好舒爽的感觉，哎，我特别喜欢入耳式的，因为我平时跳舞的嘛，编舞练舞的时候一般都是入耳，对，入耳式的，还有，天哪，好好玩，嘿，这个线，哦，线，哇。真的好用心啊！一般限定版只有比如说手机壳是这样，但它配套的全部都正好你说的手机壳了。哦，也是这个主题，中间有一个透明的这个 X。对，因为如果不透明的话，就显示不出来这个 logo， 对不对？对，哇，好好看，好喜欢，走了。那不行，玩手机了。真的。哇。我就等这个呢，哈哈，我真的就在等这个，对，它开机了，感觉像玩撸啊撸一样，哎，
天哪，我要再关机一次。这个设计好像撸啊撸我开始玩的那个页面，打了15分钟46秒的感觉。看 ，easy 亲儿子，这个不是你改的吧？不是我改的，一点都没有动，一点都没有动。原来里面才是最关键的，太专注了。这个主题呢？背景它有5款。泰坦、盲僧、妖姬、刀妹 ，easy 来放个刀妹。我最喜欢刀妹，昨天比赛刀妹大放异彩。其实泰坦我玩的挺好 ，easy 我也玩的不错。这个真的好看啊！谢谢。走了，箱子也给我。等一下。其实它还有一个很厉害的地方，充电。太特别了，我的天哪！我以后就这样子。哎呀，上班时好无聊，一插，哇，我进游戏了，36%了，过瘾的感觉。旁边所有的按键都是英雄联盟主题。哎，这个用心了，用心了，用心了，好吧。你支持哪个队啊？啊，突然就问出了。我支持 LPL， 4个队，因为我喜欢队已经。我喜欢 ING， 2018年开始就，但最近我又爱上新的人，叫阿冰，因为前天太厉害了。阿冰，哦，这个是酒桶的桶，我看出来了，这个卡牌的牌，切牌，来考一考，卡牌正面叫什么？我不知道。哇，这个真的做得很细节，阅读上面还有撸啊撸的全名，主题商店呢，一看上去就感觉特别性感。刀妹的曲线，哎，是不是吉克斯控制器？伊桑卓头上那个东西，我蓝的血瓶，我感觉我可以一直研究。想要吗？想要。羡慕吗？羡慕，太羡慕，流下了羡慕的眼泪。那我就开心了。你今天让我过来就是让你羡慕你的是吗？对的。那我再跟他独处一会儿好吗？英雄联盟主题的手机也是手机，抛开它美丽的外观，它的核心是 OPPO Find X2， 基本上想得到的配置它都是旗舰级的，各方面的性能啊配置啊基本上不会让人不满意，而且要想不满意的话，你也得首先抢到这1/3000才行啊，哈哈哈哈。这次和英雄联盟有关的定制版还有 OPPO Watch， 有阿卡丽和亚索两个版本的，我的这款是阿卡丽版本，表面主题也是英雄限定款。 OPPO 和 S10 这次合作的限定系列真的好漂亮，而且相当有诚意，就算是这个盒子包装盒也可以拿来收藏，还是相当帅气的。不错。